这都骗不到人，人子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我感觉进那个厂玩，起码得要20万豆才安全，少于20万豆都不安全。 半天不交 Q 呢，我还正觉得奇怪，他不交 Q 的这个人，要用个 W 强迫桶，先补刀吧，直接吃药。 应该往我身后 Q 的，不往我身后 Q， 反正别先进塔了 ，B 了吧。回来时会变得更强。走这里。我这里他在草里面看不到我，为什么？把财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他 Q 好我就死，但是我感觉他 Q 好不了，他没装备，没 CD。你咋被小兵给我打死了？好受多了。 他们掉在杀手码头上。要打的话，在他六级之前打。六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烧吧。 不打我，人人有份，把他们扔下去，渣子！不打拉倒，他有大，我不能硬干他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 我要。OK， 开大吧，这不骗子。
们还想阅兵线去打架。我操，怎么建模也乱闪？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把 Q 没好，他要交闪，咱们就闪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又一个。人人有份，我的仇恨沾满鲜血。钱不够啊，铁子，我看一下要不要把这个卖了的话，勉强够，能卖180，要1330，卖掉勉强够。卖了吧。船长从来不会有任何盲区。为什么不用 Q 闪？用鸡毛 Q。他马上进草了，你要等 Q 的话，他马上进草了。进草你要是没眼的话，就更难受了。放，你要是先去放个眼，他刚好回头 Q 你一下，搞不好你的 Q 都摁不出去，你就被他 Q 死。但是你要是直接闪现给他一刀，就什么屁事没有。当心！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，不要有侥幸心理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哎呦，大没放好。盯着布隆一个人炸就好了，因为我这大以 AD 为中心想救他。清算就要来了，有大就越不了，有大就走。鳄鱼的 Q 挺快的呀，鳄鱼的 Q。 岩缝在海水中重生，更多火药。没事。就是。缓慢的来大鱼，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人都闷了。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我要一路跟随比尔吉沃特。算了，我推线吧，说实话不太想去。留个眼线在外面。又一个，我要把名字刻在他们的头上。我先把兵线推完，然后去蹲鳄鱼。Thank you.
耐心吗？我操，乌鸦没看住，可惜了。他这波要是能扛得住，就准备了。哎呦，可惜可惜可惜。人人有份，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内塞破了，别分别分别分，哎呦妈的，非要分屌毛。好受多了，啊，乱配，人人有份，舒服了舒服了，一会干死那逼暴女，操，你有机会继续操作我呢，妈的有钱了，操，抓我第一时间桶子不够，残忍带给所有人。脏东西，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我 Q 又拿来 Q 先锋啊，他600滴血的先锋，我一下 Q 不死，600滴血我怎么 Q 得死，出暴击都 Q 不死啊大哥，我 Q 下先锋暴击撑死，撑死 不会超过400点伤害，你就算再怎么牛逼再怎么牛逼也只能 Q 400多，他600血先锋我 Q 掉毛啊，操你！鸡毛暴女，老子打死你！
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烧吧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敢再来抓，哎呀，爽的，还闪现过来，下步你还得死。还好被动给他探死了，不然他跳下来我人没了。锐利的足够在骨头上刻字了。先走，要时刻留心背后被割开的喉咙，早就无可再痛了。背叛后火轰鸣。头发不拢，压雷大文，哎呀！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，大点钱，把那个卖了就不卡装备了。你这个留着它也才80%，你把它卖了，你买完装备也有75%，就少5%而已。主要钱不够，没办法。缓慢的死去。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
聚力一同，哎，鳄鱼你回来了，要不我送你去见你队友。为什么没有四杀？还不服呢？你到底在高贵什么东西呀？啊，亚托克斯，你在高贵什么东西呀？我要一路整不死你了还？我勒个亲娘哎！为什么炸鱼还要双排？我都炸鱼了，我还在乎几排呢？哥们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我都炸鱼了。来个100%爆给你，感觉今天运气有点不佳，他老婆暴击。这暴女很明显急眼，估计想用金身救我。真哎屌了命，哎呀，这副龙是真版的副龙，让我第一时间我都不敢回头丢桶了。放不了装备上的，大也没好。啊，可以换装备。